我现在刚刷视频呢，刷那个熊猫的视频。嗯，过来啊，分一下。哎呀，你这真的考到我了，这怎么区分啊？那你是认识花花是吗？嗯，那你就说认识花花。我 look 一下，哎呦，这还真分不出来，让我想看一下，是不是一吧？那一很像，我分不出来，分不出，其实是一，对吧？嗯，在外面波字嘛，嗯，可爱，嗯，除了熊猫，猪啊，喜欢猪啊，猪也挺喜欢的，对，别吧，不太好，不太好，冻死了，特别冷，对，最近在卷腹，嗯，有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主要就是最近吧，就是有点累。所以就可能工作比较忙，所以就没有那个继续卷腹，但是回去之后会充实自己继续卷腹的，练了有一两个月，嗯，成果确实很惊人。是，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突然上了热搜，你的内心 OS 是什么？天哪，肯定是粉丝们又在考古了，嗯，我的阿拉索们，嗯，什么都怕，他们什么都考古的，对的。零食啊，可惜这一次忘了带，太匆忙了。一般在后台就一顿吃。那现在饿吗？饿，真饿。网上吧，最近一直在工作，只有休息时间可以在网上逛逛街。嗯，片场啊，当然片场。嗯，买一个飞盘闹钟。嗯，推荐一下给你们，就是懒人必备。如果你爱睡懒觉啊，或者说不能准时起床的话，你就可以买个飞盘闹钟，然后你定好时间，它时间一到，它飞盘就飞出来，然后就一直警报，一直叫，就逼得你起来把它再插回去，它才会安静。就是我觉得挺有用的。